好，走了，8度现在。你说的是行车记录仪啊？行车记录仪是吧？那种一般就是防碰撞的是吧？那种 CAM 那种，在国内很需要，因为在国内那个什么，国内很多碰瓷的。没事，怎么都行，有事儿就是。有厨房，有那个床，很大的床呢，都是不用那个折叠的，直接就是一直，还有一个小型的那种那个洗浴的都有。一般这叫大号的店，它那个是中号的，尺寸要小一级，但是中号的车做出来往往比这种大号的要贵。实在因为那个啥，租也玩够了为止，什么时候想玩就租，还是哇，这个地方这么大的一个工程量啊！你看整个这个地方被掏空了，全是土。本来5分钟就到了。就是因为车流量确实蛮大的，他要到这儿的话，估计也要花好长时间了。他从高速上下来，哎，他从烈士高速的话，高速在那儿啊，他说不定他也是从这条路过来的呀，就是从那个企业区嘛，企业区那边是那个南边，哎，对对对，就那条高速下来，从烈士过来的话，可以从前面走，前面有一个路插过来的，直接从前面上外环，不是我们这个方向，天上一架飞机在飞过。刚才那个飞机还没带尾巴，这个什么都没有，就在飞。车流量确实蛮大的。今天周末，大家从这条路过来，我的屁股，我的后面也是很长一溜，感觉都快拖到那个火车道那儿去了。这种状态，你想操作都操不了，跟着车流走就没事。再有个收费停车场，直行的时候在右转的左转的，又是一架飞机。
好多，都开了。左转的道吗？看不出来啊。这个道没有呀。好了，这样。我那有一节左箭头，没看到。你们准备去哪个超市？